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之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吕米拉。今天我和吕米拉的话去博克拉，是昨天晚上买的车票啊，是800卢比，现在的话是6点多钟的时间，我们今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了啊，马上就要上车了啊，后面就是这个车子，一会儿我和吕米拉就上去了，去博克拉见我们的中国同胞哈，小刀还有何金他们，小伟他们的大威哈。好的，我们这个一会儿上车见，你们俩 let's go。 你们俩现在我们已经下车了，就是在中途的时候吃点东西哈，休息一下。 let's go。 你们俩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OK Chuck， OK。 今天带的这个水果有点多哈，橘子、葡萄还有香蕉、核桃带太多了。这个其实路上也吃不了这么多，我们在路上吃点，喝点热水，喝点热茶，还有吃点那个豆子什么的就 OK 了。这个排队的人挺多的哈，我们这辆车看一下他们那里有什么吃的。里面 let's go。Look， 他们这里有豆子、鸡蛋，还有米饭。哦，这是面条哈，这是 noodles， 这是豆子、鸡蛋。OK， 那一只。你要吃这个吗 ？OK， 那一只。我们吃点豆子啊！吕米娜拿了两杯茶，我们还弄了一个鸡蛋，还有一些这个豆子。这个豆子上面有一个青椒哈，青椒的话是生的。我们在中途补充一下能量，等会儿在这个上车，大家看到这个车哈，那个车上还有在一些行李。吕米娜，现在我们吃饭。Do you know how much？ 你不知道 ？OK， 我们看一下哈，现在吃饭。这是尼泊尔的正宗的餐哈。我们刚下车，在半路哈，需要去博克拉，还需要，应该是走到半路，还有一半的路程。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吃的午餐是什么。哦，这个米饭挺多的，每个人拿一个大的盘子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反正我们一车人的话都下来了，都是来这里吃饭，都是排队打饭。这有生的胡萝卜，还有生的辣椒，一个一个的辣椒，还有应该是番茄酱哈，还有各种的酱啊，还有那个水，还有那个。这是叫黄瓜，还有黄瓜哈，还有各种的柠檬，还有土豆，还有一些豆子汤哈。我们在这排队，排队啊，都有咖喱，应该是那种绿豆汤哈，绿豆汤它不是咖喱，那种的话应该也是豆子汤。一个人的话大概等会是算钱的啊，算钱的。里面呢 ？Is food do you like？ 这是尼泊尔菜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。你不喜欢尼泊尔菜？我喜欢尼泊尔菜。你喜欢中国菜 ？OK， 里面呢说他喜欢中国菜哈。好的，我们排队打菜吧，打完菜我们再跟他说。刚才我们在中途吃的午餐是15块钱一位哈，非常干净，非常的实惠。现在我们已经下车了，在等待小伟一会儿会过来接我哈，非常感谢的这个小伟的这个接待。一会儿我和小伟一起去小刀那里见一下我们的中国同胞。现在我们已经见到小伟了，非常感谢小伟今天来接我哈，还有接吕米娜哈。我和吕米娜的话已经到车站，小伟就来接。这是西北小生，也是我们的大网红哈，还有小伟。今天非常开心哈，现在的话我们准备去小刀家里哈，还有何金、高富他们住在一起，我们就看望一下，拜访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些同胞哈，稍微买点东西吧，要团结一些哈，应该会非常好，对于我们
以后的事业的话应该也会非常好，个人感觉哈。好的 ，Let's go， 明白了。那我们现在过去吧。那我们这个视频先做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我的视频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